觉得有没有像呢？好香，好香。收到一个猫咪的饼干，我觉得可爱到爆炸。另外一盒还没拆，停止呼吸，直接，太可爱吧！哎呦，这谁舍得吃啊？日本人真的很变态呢。看外面盒子是小汤，再拆这一盒，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哎，不一样。哦，这个也好可爱哦，也是饼干。哎，这个太过分吧，这个太令人生气吧，不可以吃猫猫，这真的不能。你看好可爱，里面还有一只这个。哦，塔塔塔塔，太扯了吧那个，我的天哪，那都不一样了，太华丽了吧，太可爱了，疯掉了。这个怎么办啊？这可不可以用什么密封的东西把它灌起来？干嘛、啊？你看，是你耶，跟你花色一样，豆球一样。干嘛？你也要吗？我找一只有没有像的？这只不像啊，没有半只，没有你，哦，没有你，没有豆豆。抱歉哦，帅哥冲击！看这里，哇哦，帅爆了！你们看，然后转过来，背面摊开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
决定用气炸的。这颗是气炸的，这颗是用煎的。哇，这不是我昨天我昨天许愿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太赞了，太赞了，而且好大哦。我用尽全力制作出来的，但是我不确定好不好吃。哇。哦，太好吃了！我哭了我。哦，我吃一口你的。哦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，很认真的感动。嗯，好吃。哦，我这样怎么舍得吃？哇！帮我炫耀一下。好，慢慢炫耀。哦，真的超好吃哎！这就是我那时候迷路。你用的可乐饼，好好吃哦！虽然过程有一点太湿软，但吃起来超级刚好。我本来要三个，一个破了。我破了，我吃。都超酥的哎！你那个是用煎的，这家不脆，不脆。那可能我觉得我面包粉太细了，然后你再配上摩斯的红茶，这好像什么贵哦。哦，会加有马铃薯啊？最后一颗。我现在用这个鱼酸菜来做一个酸菜锅，蔬菜没买到白菜，就买了娃娃菜跟一些香菇，然后一定要有金针菇。在想要不要再放一包豆芽，等下再来看一下。差点忘记我的腐竹，泡个热水，等下不用煮太久。因为呢，我没有买到我想吃的鱼，所以我就用鸡肉来代替。然后这个鸡肉呢，它是腌好的，所以我就不打算再腌什么蛋清啊、淀粉，然后把它切薄片。
香，好香！开动开动，饿了饿了，超饿超饿，哇，好赞哦！交给你盛饭大师，当然当然当然，当然哦，好香哦，天哪！哇、哦！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好好吃啊！味道超够的。嗯。好好吃。我真的觉得超好吃的。超好吃！我的娃娃菜怎么不见了？你是不相信我？我没有不相信你啊！我在消失。我喝这个。我的好好喝。我的也好好喝。没有，你跟那个不好喝。真的太赞了啦！谢谢。我说你。我。嘿嘿，这个视角怎么样？嗨。为什么你一脸惊讶？为什么你一脸惊讶呢？为什么啊？吸一口看会不会太甜，还是会不会太咸？太浓，太咸。太浓。
切丝器我买了大概4个月，第一次用它，真的很好用。但大家也知道，需要切丝的料理好像也没那么多。本来是想说摆个盘，那个算了。哇，好像有点失败。这颗很圆哦。这是什么面？韩式凉拌面，看起来重口味，赞。我越吃越辣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好喝啊，这个。你在找那个解答吗？那彩色冰块是那个综合莓果加蜂蜜跟哦柠檬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很大锅的料理，要来煮个海鲜粉丝。这里是那个娃娃菜，用白菜也可以，高丽菜也可以，均衡一下，吃一点菇。还有一盒虾子，这个在退冰，里面有水。我要加一点干贝，这个干贝呢超大一包，这是好事多的科克兰生干贝，这真的用好久好久，而且它的干贝超好吃。喜欢吃干贝的话可以拍下来，这里面真的好多。然后煮起来呢，不要过熟，都会很大颗。
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粉丝怎么挑。如果你喜欢吃软软烂烂的粉丝的话，你就要选这个红色包装，因为它里面呢有加马铃薯淀粉，就是马铃薯跟绿豆混合的，所以口感呢会比较软烂。然后煮的时间呢最多最多最多不要超过8分钟，不然它就会糊掉。煮这个的话呢，我就会先把海鲜给弄熟一点。像是我的虾子是冷冻的，所以我的虾子烹饪时间可能会超过8分钟，那我就要先把虾子处理好。如果你的食材是很快就熟的话，你就可以丢下去一起煮，所以时间要稍微掌控一下。那把蔬菜洗一洗，热哇，满意吗？这什么？这是一个厉害的蒜蓉鲜虾粉丝吧。好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我帮你夹。好，啊，这个壳我帮你剥了。啊，这个面我也帮你夹。耶、yeah、嘿，下面是青菜还有一点干贝。谢谢水田汤，哇，赞，超好吃哎！来，等下等下，我等下我等下再用。哦，我的重责大任先。先剥虾。对。给我吃。啊，你先喝一口这个。超级好喝，嗯，也超好喝哎、欸，好喝，嗯，那个百香果味没有很浓，哎、欸，有很浓啊，有后面后面，冬粉软烂的，
下直播好的。啊！哦，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啊？哇！你的呢？哦，我的在这里。太好吃了，好满足啊！超好吃。